那这个老法师在这一段里面呢，这一段里面就是对自己挥霍千金，对别人一毛不拔，而且呢有钱就骄傲，有钱就傲慢，啊，老法师特别提醒我们，啊，要多做布施。老法师说。 一家保暖，千家愿。啊，他说：“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老话，一家保暖，千家愿。啊，你的日子怎么过呢？你一个人富有，你居住的地方都是穷人、贫穷的，他们要找你麻烦。啊，他们把目标都对着你。” 那么你这个后果呢，就不堪设想了。像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，啊，就表示因因果报真实不虚。我们这边在台中前几年发生一个案子，掳人勒索，后来撕票的杀人案件。 有一位呢，经营电脑网站、赌博网站的一位负责人，在我们台湾省的台中，哦，他那个赌博的网站经营都非常大，甚至经营到国外去，你可以在网站签赌，所以他的身价呢，据说有百亿以上台币，一百多亿台币的这个财产。 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去出国回来以后，歹徒竟然是他的司机。他的司机呢，到台台湾的桃园中中机场去接他，用那个七人座的车子接他，然后在高速公路上去绑架他。最后在车上呢，大概应该是有同伙的闲犯。 给他一阵的苦打以后，要逼他呢拿出这个勒索的这个金钱出来，要勒索他金钱。大概是，大概是这一位这位赌博网站的负责人不愿意拿钱，最后在车上被杀死，气势在呢台南的山区里面，手上还带了百万的名表。这就是这里讲的“一家保暖，千家院 你有钱是因为过去生财不施，所以要怎么办呢？老法师说，真正聪明人自己有福报，要分给一个地区共享。当然，刚才讲的这个人是做不义之财，好，那首先你要有忏悔心，要改过，要改邪归正。你这个不义之财，让人家。 欠赌以后呢，欠你的赌博网站呢，有时候就会倾家荡产的，还有很深的因果在里面。那如果你是富贵人家呢，你你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巨富，在这个村落里面或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一个有钱人家的话，你要怎么做呢？那就是说，你应该把福报跟这个地区的人分享，比如说，诶你可以成立奖学金啊。 那、啊、你可以再回家乡呢啊，颁布奖学金给这些清寒子弟啦。有灾难的时候，你应该发动救济啦，要赈灾啦，要救济啦。或者你到地方去，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贫穷地方啊，你去拜访这些啊乡镇公所呢，去跟他啊，请他提供呢，在这个乡里面、这个市里面，穷困人家。 啊，特别穷了人家的名册呢，你能够发放救济的救济金跟救济物品，去给他做慈善关怀。像我们台北盛鸿昌公司江董事长，他带领他的儿子、他的家人、他的干部、他的公司员工，利用员工自己的休假日，还不是公司给你，给你这个，这个。 工匠，而是用你自己的休假去养老院、去孤儿院、去慈善机构、去行善布施、去关怀独居老人。啊，老法师说，真正聪明人自己有福报，分给一个地区共享。像孙宏昌公司就是把福报跟全台湾共享，那就不会一家保暖千家暖。 那就会把福报给大家分享，那就是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。《金刚经》里面有这样讲：菩萨有福德不受福德。你把福报分给一个地区共享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。啊，所以圣龙山公司如果去啊去关怀这些慈善机构啊，收容机构或是。 独居老人、孤儿院，哎，舆论媒体都会报道，那大家都会随喜赞叹，而且会学习。所以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，没有一个人不爱你的，没有一个人不拥护你的，那是聪明的。古人讲了一句话，老老祖宗说。 得人则昌，失人则亡。祖宗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。老祖宗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。你如果说老祖宗的智慧不如我们现在的，那就错了。现在的人的智慧是把地球带向灭亡，为什么？因为自私自利，你争我夺，那就把地球带带向灭亡。 老祖宗的智慧是叫你千秋万世国泰民安。到底谁有智慧呢？现在的人吃大亏，就是对老祖宗怀疑不相信，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，拼命在造业，造成地球上许多灾难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你看现在金融的风暴。 一夕之间呢，现在已经已经不是一个国家，是地球村呢、啊，全部都受影响。所以呢，老法师说呢，有福要跟这个地区、这个城市大家一起共享。 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补充。那么，这主要是要了解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如果千金可会待人一毛不拔，然后有钱呢就恃财绝傲，邻邻里亲慢亲朋，这就是你不懂的，不了解财富到底为什么有财富，有财富又要怎么办？ 无量说：“你们跟我讲，爱欲荣华不可长保，皆当别离啊！所以对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你必须要了解。无量说讲这十十二个字，你就不会起了执着，你就不会起的起的贪爱，你就不会为了他造业。你了解荣华富贵，犹如……” 酒一双。啊！阿姨欲荣华不可长保，这等别离。无量寿经讲说呢，无可乐者啊，啊！姨欲荣华不可长保，这张白离，无可乐者，终究一定要离开的、啊。要常常想，这是这十六个字。阿姨荣华，每一个人都喜欢。 但是你要晓得是保不住的，是非常短暂的受用啊！一定要把它看破啊！真正看破之后，深入经藏，你有智慧了，你就懂得怎么运用这些财富去布施，怎么运用这个权位去帮助别人，去帮助老百姓。 去照顾老百姓，你有智慧了，你就不会去迷恋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智慧以后，有智慧以后，要了解世味哪有法味了。爱意荣华是世味啊，世间的味道，这世间的滋味比不上智慧的法味啊。 但是法味一般人不容易尝到，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法味是真的，世味是假的。你想要学真的，得用真心呢、啊。现在人没有真心啊，全是假的，啊，虚情假意，不是真心呢、啊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印光大师说。 常敬两个字，真诚恭敬这个态度现在没有了。真诚恭敬必须要从小处去培养。这个地方跟你讲，啊，延年难延年益进，天道忌盈，教为家人后先积极呀，福报是会用尽的、啊。 天道忌人，就是你有钱有富贵了，你骄傲了，容易遭天嫉妒啊，遭天嫉啊，灾祸就来临了。所以要怎么样？要真诚恭敬。那真诚恭敬要怎么去得到呢？要从小地方去培养。现在都从小就疏忽掉了，父母都要工作，没有人教小孩啊。 不交给什么？交给在我们台湾讲叫做外劳、啊，交给佣人来教啊，啊，交给祖父母来教啊，祖父母溺爱啊，啊，佣人他不会教啊，那祖父母溺爱，喜欢孙子，疼孙子，一切都随他，这还得了吗？ 老瓦是说：“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影响他最大是什么？电视、电动玩具，现在在加电脑、平板电脑、手机，这些东西影响很大。这些东西都不是好东西，把那个小孩子天真、真诚的，就在玩电动玩具里面，玩手机里面。” 就丧失掉了。所以，大陆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论坛的分享啊，有一个妈妈起来分享说，她那个小孩子啊，在跟他妈妈玩游戏，说：“我杀我杀我杀杀杀！”他妈说：“小明你在说什么？”小小孩子跟妈妈讲说：“这是这个电动玩具里面讲出来的这个名词啊，你落伍了。” 就跟老话是讲一样，他跟电动玩具学，跟电脑学，真诚恭敬心都在电电视、电动玩具里面消失掉了。他不知道孝顺父母，不知道尊重师长长辈，不知道友爱兄弟，这人人最基本的要求，他做不到。他没有诚敬心，长大以后就这个样，就变成。 这个样子的，养成习惯了，表现在外面就是浮躁，内心没有沉静，心浮气躁啊！我这一次到上海、我问州去啊演讲。 啊，因为英国起诉路，他们拍英国起诉路啊，就拍这个杀刀淫妄贪嗔痴啊。王路涛导演跟我讲，就傅聪老师他们跟我讲说，欠的人民币五十万，那我我就募了五十万啊，带了这个善款人民币呢，到中国大陆去呢，送给这个英国起诉路呢，让他们这个电影可以最后可以收尾。 可以配乐跟剪接。那我在坐高铁到温州的时候，我在车上就感觉有这么这个情况，就是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啊，有两个年轻人，一个年轻人非常的好啊，他在开宠物店的，帮宠物剪毛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体贴，非常的好啊。另外一个年轻人也非常的好。 啊，我那个说那个行李箱太大，提不上去，放在他前面。他说没有关系，你放。哎，让我非常的惊讶。哎，这两个年轻人呢，年纪都不大，一定有非常好的家庭教育。那另外一位就比较不行了。啊，我买的那个高铁是一等舱的高铁，价钱稍微贵了一点点。啊，因为要在车上车上看看书。 希望年近一点啊！我就看到隔壁的一位年轻人，大概是做生意的。从沿途这样坐高铁，三个小时都在讲手机，讲的声音全车都听得到。在这里讲的，心浮气躁，啊，心浮气躁，这种现在人的这种心态，求圣贤的学问是很大的障碍啊。 像刚才我讲那在高铁上那两个年轻人，啊，我在跟他对谈里面，感觉他彬彬有礼；另外一个、啊、让我放行李的时候，态度非常的恭敬。像这种两个年轻人，这两种年轻人呢，他们都是善根深厚。这样的话，他们求圣贤的学问就不会有障碍。所以老法师说，如果是心浮气躁，孔子来教你也没有办法。 好，啊，所以学经教更困难，活菩萨来教你都教不好，为什么你不能够吸收？诚敬心能吸收，印主讲得好，一分诚敬，你能吸收一分；十分沉静，你能吸收十分。现在有几分沉静，几乎没有，没有沉静的心。 在古时候，老师不教你的。你随着旁听可以，老师不会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接受。不是老师不慈悲，这是我们谈到传统文化的复兴。老法师说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关键，很不容易突破。学佛问题也在这个地方。 心浮气躁，对于爱意荣华，他认为这是乐事、好事，他天天去追求这个东西，他天天在享受，他怎么肯放弃呢？就这里讲的，自奉千金可挥了，待人一毛不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圣贤的学问呢、啊。 所以后来呢，祸先积极啊，后来就招赶了这个灾祸啊。对于阿逸荣华，天天在追求，天天在享受，他怎么肯放弃呢？啊，这一段呢，是老法师给我们开示呢。啊，阿逸龙华不可长保，这当别离，无可乐者。啊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补充。